接着下来，我们看还有什么怪咖会出现呢？太恐怖了，好不好，观众朋友？这什么？这是钢铁人吗？这干什么？这个是要来揍人的？你是被羞怕呀？啊？是谁啊？先欢迎他出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欢迎他出来，来，一起欢迎张家玮。他曾经模仿过我们的罗志祥而闻名，连林俊杰看过都说超像。从服装一直到神情态度，都相当神似咱们亚洲王罗志祥的男子汉成员张家玮。今日不仅自备专属舞裙来踢馆，模仿的高难度可是连林俊杰本尊还有罗志祥都称大力称赞。咱们的魔王能否遇强则强，激发出前所未见的模仿实力来对抗眼前这位强敌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抽签吧。是我们的露露，欢迎露露。 EK 露露，哎呦，露露今天是大神哎，什么事啊？露露今天想说呢，因为前两集那个 VCR 被剪说五十强淘汰赛桃子姐，百人挑战赛桃子姐，露露桃子姐，所以今天呢就要换个新角色。哦、我知道了，你今天应该是陈文茜对不对？没有，也是不能说的秘密吗？有。好的，面对这个小罗志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有一种可以改成我爱红娘吗？你讲我爱红娘，暴露你的年龄了。你至少也说非常男女嘛。来电五十。对呀、啊，我的妈呀！好好好，没关系。我们来看他们的表演。如果到时候真的分数没有差太多，好不好？我就让你们结为连理，好不好 ？OK。什么垃圾？来，首先来看一下张家玮的表现。某某某，要你记住我。在魔王大道中，总是以擅长模仿陶晶莹为主的露露，面对这次魔王军团的踢馆，他能拿出什么样新招呢？对，听说今天来 PK 人真的都很强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可以遇强则强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抛弃了桃子姐，今天有了新角色。呵呵，等一下走着瞧吧。人拢叫我 Everyday， 啊，欢迎收看《冰冰好料理》，冰冰好料理哦。我按咱的婆婆妈妈吼，第一次天天拢就烦恼讲吼，迄盐啊、糖啊，拢分袂清楚吼。要紧，今日呢，冰冰吼来家个介绍一下，算拢是小知识啦吼。来哦，你着摕一支刀吼，啊，来家滴哦，来煮好，会淡薄疼吼，不要紧，来。啊，这时阵呢，你就哎，这唔知这是啥哦，啊，你就甲哎，甲盐看卖哦，哎呦喂呀，啊，应该是盐啦哦，啊，若是你安尼哦，我分袂出来吼，不要紧，啊，其实你就甲
吃看麦啊咸咸，啊这就是盐嘛吼。哦，好，不要紧，那说来继续第二个单元，叫做是来啊落泪美食 PK 赛。来，咱看阮豆秋平这美食是啥嘞？来，一二三。哦，牛肉的部分哦，来，咱夹手饼是啥嘞？一二三，啊，算讲是猪肉的部分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歹势啦，白面哥较歹势啦，吼、哦，猪肉的部分，啊，不要紧，来哦，咱好食美食吼、哦，就要邀请那个姐姐吼哦，会当食美食的美食评论家吼、哦，伊就厉害哦，一位香港来哦，来，华夏的崔姐姐。香港的美食评论家，我是薛家燕，好不好？听说了，今天要来评论这个落泪美食，是不是？在哪里？我来机器看啦。零分，out！下一个落泪美食在哪里？我来机器看啦。九分 ，out！其实呢，在我心目中唯一的落泪美食就只有它。太好吃啦！好啦，真正是算讲是真古锥啦吼，啊，阮是要评落泪美食，唔是要评落泪美食啦吼，啊喂，啊发下个锥咧吼，咱冰冰好了，你下周见。超像，你暂时先不要跟我说话好吗？吵吵，你修夸吵吵，但好像哦，他后面那两个更像。你后面好姨啊，不是他后面那两个小姐，哦，也很像，超像的。好，现在呢，就看一下评审怎么说。首先嘉欣姐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，因为我一直想说，会不会又是桃子姐？可是没想到今天却是那个阿好姨，然后还有冰冰姐，其实真的是惟妙惟肖。而且他刚刚的几个那个 tempo 用那个盐巴，你把自己给戳伤之后，用盐巴来确定的是盐巴，那个梗我觉得就是很好笑，非常非常好。谢谢。那小猪很像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怎么评论那么短？你这样回去很难跟小猪交代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有这样子仔细看一下啊、哦嗯，其实他真的还蛮像罗志祥的。他有一个角度，对，下巴低一点，嗯，再低，要多低？对。很像，而且他刚刚其实他把那个眼镜戴起来，然后戴那个假发，其实还真像，那个超像，真的很像，对，非常非常像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康哥，我觉得那个桃子姐啊，她就是露露，压力太大了，因为她每次都是很怕人家说她只会桃子，所以她要去研发新的角色，所以她今天这个角色算是很成功。然后冰冰姐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说可能冰冰姐你要把她的那个声音，因为冰冰姐的声音就是美环，你知道吗？看看啊，问冰冰姐呢，你要有这种感觉出来会更好。而且冰冰姐好像很喜欢说很多俚语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她的一说都一大串的，所以一定要把那个一大串的东西背起来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，好吧？首先看一下张家伟的分数，好的，带了男子汉一起来拼，到底会几分呢？家伟的分数是3、5、7、10、12、15、17、19、20、21，22分。好，12分，来，赶快让你看分数，来，请看。好的，露露的分数是1、2、3、5、7、10、13、16、17、22、24、24分、25分。我25分，所以防守成功。防守成功啊！相当不错，哎，恭喜啊！新角色获得肯定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是再往更难的地方发展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好，太好
去啦，我终于过关了。我真的一定要讲一下，我真的为了这一次的 PK 赛，哦，真的是就差不多又可以掉差不多掉了一公升的眼泪吧，因为我看到上次姐的 VCR 真的太坏了，好不好？制作单位，所以逼出我一个新角色，所以说今天尝试的新角色就成功了。